动手动脚的？身手矫健的姐姐也来了，今儿穿的真不一样哎。她是我妹妹，所以呢，我就拉过来看看，主要是怕你动成歪脑筋。我在你们眼里有这么变态吗？你用我妹妹当模特，准备给她多少钱呢？钱？啊？难道你还想白照啊？不不不，白照怎么可能啊？200。啊？走，小白，不给他了。哎，好商量，好商量。好商量是多少啊？500。但我有个要求，这模特得换成你。我妈这招太绝了，竟然把户口本藏我大舅家。哎，你说谁给她出的招啊？那咱们是不是不能结婚了？谁说不能的？能。可是光凭我一个人是不行了，我得请求外援。请外援？我找了个厉害的主，给咱使一必杀技。谁啊？我发小。你哪个发小啊？啊！哎，我看这女孩眼神，我就知道不对。别别别！这么多年了，你的身上还是……别闹！别闹！别闹！喂。这就是小嫂子吧？几天不见，你功夫见长啊！你一直都有练。Cappuccino, please。好的，请稍等。追了4年，终于是追到手了哈！听说还在游乐场上演了《生死时速》，好浪漫，好感动。这小子一张嘴没什么正经话。我发小离心，他爸跟我爸是战友，我们俩从小一军区大院长大的。他爸后来下海了，我爸去了机关。他爸做生意发了财，哎，这不成富二代了吗？前2年一直在国外混，这不拿了个野鸡文凭刚回来吗？能不老挤兑我吗？你好，蒋欣瑶。你好，黎心，叫大鸭梨就行。大鸭梨啊，瞎给我起的外号，多符合你的形象气质啊！原来还琢磨着叫牙广梨呢。哎，说正经的，真是来让我对付你妈的呀？看来。通过正规途径是很难跟我妈这种霸权主义对话了，所以必须把你找来给我出一个歪主意。合着你找我来是来出歪招的呀？正经的你会吗？不会。你们俩说，我去趟洗手间啊。行。又胖了你。看，别看了，没听说过长嫂如母啊？这要搁以前。你就得给他跪下，行跪拜大礼，知道吗？你真要娶她？我是认真的。不是兄弟，你刚刚大学毕业，即将步入花花世界，青春年华风华正茂，血气方刚，你想风流倜傥。我就想问你，你真为了这一棵小桃树放弃一整片森林？那森林再大，树再多，找着一棵合适你的不容易。我这不才找着吗？必须得珍惜啊！你没有资格说这个话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刚刚爬上第一棵树，你觉得它适合你。问题是你还没有爬上第二棵树，你怎么知道第二棵就不适合你？你就是有一整片原始森林，你树再多，有一棵树敢为你掉叶的吗？蒋欣瑶，敢为我玩命，你能找到这棵树吗？这话算是说到我心坎里了。好吧。我只能对你这种不理智的行为表示恭喜了。我谢谢你参加。不用客气。既然你都这么坚决了，那问题出在哪儿？我亲妈，你干妈，她不干。所以现在我们要对付的就是你亲妈，我干妈。没错，这话算说到点儿了。到什么程度了？我妈都把户口本偷走，藏到我大舅家去了。你说到什么程度？这么严重？你以为呢？快！我告诉你，大亚林，赶紧给我出一主意。
蒋欣瑶我取定了，听到没有？给我找个既有效又速度的方法，让我妈答应我娶蒋欣瑶，听明白了吗？这忙你要是帮我了，我谢谢你一辈子。最快最有效的，晚点行吗？没问题，那就以死相逼吧。我这次拍摄的主题呢是白领丽人，原先我觉得小凡挺白领的，可今儿我一见了你，你简直比白领还白领，真的。再加上那天那身手那气势，活脱脱一个白骨精。你是黑山老妖。这白骨精是赞美，白领加骨干加精英。五百，找不着。你小子别犯坏啊！这光天化日的，姐姐，你们俩人我一人，我犯什么坏呀？照就照呗，但是那500块钱你得照给。成交。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动作表情都不行，你会不会摆 pose 啊？什么姿势什么表情什么 pose 啊？姐姐，我可是花了钱的，你能不能敬业一点？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。行，那你告诉我怎么摆嘛。好，你叉个腰。行，就别添乱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坐下坐下坐下坐。好，这是咖啡啊，咖啡。这是一本杂志。好吧，想象行吗？想象。来，悠闲的常态，悠闲的啊。不是，我们平常在办公室从来不看杂志，从来不喝咖啡，我们有茶水间的。我是摄影师，我要的是画面，想象力，想象力啊！再来一张，微笑。好，对对对，就是角度，来来来，一、二、三，我上去。国外网站上买的呕吐药，吃完就吐，那样跟喝了敌敌畏似的。但你放心，绝对没有生命危险。这没副作用吗？这个什么话呀？我能害你吗？国外学生都拿着逃课用，是不是有点过呀？这个我也觉得，要不算了吧，我都有点害怕了。现在不是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吗？不是为了结婚，为了逼你妈妥协吗？这点罪你都受不了？谁豪言壮语的，还逼着我给你出主意？怎么关键时刻你就怂了呢？我这不是心里没底儿吗？这你吃我这药呗。行，那你还我。别，我吃。别，不行不行，心里没底的东西不能吃。行，你记住了，如果我王明星有个三长两短，那为咱们俩爱情而死呢？大明，别管我，你都死了还什么爱情啊？你别管我，答应过你的事我一定得吃。大明，从这一刻起，你就是我呕吐的对象，偶像啊！你去。哎，嫂子，一会儿他一上劲儿，你就打120，我就给他家具电话啊。嗯。别来了，有反应了？这么快？啊，静观其变吧。那么快，是你心理作用吧？怎么样？你把我姐拍得真漂亮。我是专业的。这张还好。来，给你的费用。谢谢啊。嗯，不点点啊？不用点，拿着。啊，他本来就是冲你来的，拿着啊。哎呀，这次我为了拍美女，可亏大发了。怎么了？我们老板呢，只肯出200，这其余300是我自己掏的腰包，你们都要一分我都给不了。你们搞艺术的虽然穷，但是还挺肯花钱的嘛。那当然，艺术能用钱来衡量吗？对，哎，等到照片出来以后给我一份吧。好啊，我请你吃饭，就算是谢谢。